还有最后50米，我们到达现场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各位车手现在正在测试这些遥控车啊，我们现在让他们先试一下哈，我带大家先熟悉一下今天比赛的路线，咱一会儿就要开赛了。驾驶员都上车了吗？看一下这些驾驶员有没有上车哈。好，我先带你们往前走一下，看看这个路哈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今天遥控车比赛的路线，先熟悉一下哈，一直往前走，沿着这条道。就沿着这条道一直靠着左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两个，这边有两个应该路标。好，就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山上走，就是今天比赛的线路哈。我今天是作为拍摄车来参加今天中午的遥控车比赛。那咱们下去，给他们开始去倒计时了哈。来，6.6万赞到了没有？大家双击屏幕给分享把赞赞点一点。好，喜欢看主播开遥控车的，大家给主播把关注走一走了哈。救援小黑，小黑那个地方不太好救援，比赛结束之后咱再去找个叉车还是挖掘机把它给挖上来呀。大家想不想看遥控车挖掘机啊？好，我们先看这些越野车遥控车跑山哈，这一段一共是2公里到达终点。好，看见他们了吗？大家看到这些比赛的选手，把666敲在公屏上啊。他们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一些朋友，在家里用手机来驾驶的这个遥控车。好，我看一下他们都上车了没有哈。各位驾驶员都上车了吗？能听到我说话，转一下你们的前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驾驶员上车了。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把声音打开，把你们车的声音打开，能听见我说话，转一下你们的前轮了。好，好热闹呀。这也是2023年开年的比赛哈。来看一下今天谁能拿到遥控车争霸赛的霸主，我们来拭目以待。好，来6.6万赞，大家双击屏幕把赞点到6.6万，飞扬要开始给他们倒计时了。好，现在是12:19。好，我去他们后面吧，我去后面哈。好，这些车呢，它自带就是比较有速度的属性哈，比较激烈的属性。一会儿呢他们一开赛，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些驾驶员的水平到底咋样了哈。好，新上车的朋友，大家来领领福袋，我们双击屏幕点到6.6万赞，开始遥控车比赛啊。我来开始给他倒计时哈，大家把赞赞点到了之后给主播说一下。好，到了没有？来，我来开始倒计时了哈。好，大家都能听到我说话，转一下前轮，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。好，各位车手抓紧上车了哈，倒计时，5、4。大叔你一会儿躲一下哈，大叔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还有2个37号跟那个车，这估计是睡着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去终点了，终点有个裁判正等着我们呢。好，飞扬带大家赶往遥控车比赛的终点，还有最尾的，离他们远一点呀。好，这个出局了。来，你们看一下一共几辆车出局了，大家打在我们公屏上，是四辆车出局了吗？漂亮，离他们远一点，我们是拍摄车哈。好，现在裁判正在终点等着我们呢。几辆车翻到了？敲在公屏上，大家。
别那么猛行吗？哎呀，我的天！他那个方向没控制好哈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往前走，离他远一点哈。我们要离他们远一点。好，大家喜欢看主播开遥控车，参加比赛的朋友给主播把关注走一走。我们今天是拍摄车，不参与哈。好，抓紧追上前面的了，裁判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。大家也想开这些遥控车的朋友，来直播间扣个一。到了终点，裁判那儿，我给大家说一下。好，我们来了。哇，这儿有个小黄，咱前面还有几辆车呀？有人到了吗？已经。好，飞扬带大家抓紧追过去了哈。好，扣了一的小伙伴，大家等一下，前面咱就到裁判那儿了。大家喜欢看主播开遥控车的朋友，给主播把关注走一走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每周五正常是都有比赛哈，今天调到周六了，因为昨天去赶集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车几号，来，看到几号了吗？大家敲在公屏上，这几号呀？俺的天，他这跑的我好害怕，都不敢超车了。我都不敢超车了，我害怕撞到他。哎呀，他跑出来了六亲不认的步伐呀。我们走哪儿超车呀？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就靠右边吧，你们不要走右边。女司机来了。好，他三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三辆车哈，最后挑战这三辆车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大家看一下今天几号车能拿到本场遥控车2023年争霸赛的霸主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离他们远一点。哇，真的是难分高低呀、啊！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！好家伙，是他是他！大家看一下那个车手。好，来，我让几号车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好，大家想不想知道今天争霸赛的霸主是几号？想知道的朋友来把666扣在公屏上了。好，我们马上公布今天遥控车争霸赛的霸主。大家已经知道了是吧？是58吗？来，我们核对一下哈。好，来让主播核对一下。第一名58，58号是吧？好的好的是吧？好的好的，58第一名。好，来，大家把恭喜打在公屏上，恭喜58号今天拿到了遥控车争霸赛的霸主。飞扬逃跑了。哎呀，我们的狗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小狗。哎呀，很溜呀你。这狗子也是有出息了，没白吃狗粮呀！大家看一下，以后大家跟我们的狗比吧，这谁能追上这只狗？四驱的，这是不是四驱？好，这只狗子也是训练训练的，翻了一路。